来到了中和锦兴街，听说这一间是天堂岸的观众开的店，在锦兴街168-1号，这里宝石鸡肉，这一间啊107啊，哦，以内。全哥，哎，辛苦辛苦。十颗，直接多重，然后你先设定加三嘛，那这样就留三了嘛，对不对？好，给我们敬爱的全哥按，直接加三嘛，哦，应该有机会吧？咔嚓，加一，我加一就很多啦，加二，好不好？对，有两个，两颗，哎，两颗，那就先推一颗掉，来，拼啊，加四哦，加四，敏捷扶持诞生啊 ，OK 啦，没关系啦。这个是。安平豆花哦，台南安平豆花，刻一下，刻一下，加红豆的。这边是安平老街啊，我们逛一下安平老街。台南，有够热啊，然后有够热的多，这不过来吃啊，哦，之前捌来过吃。这是牛肉炉，牛肉。那边好像有什么安平树屋，是不是？可以去那边，等一下过去那边看一下。安平古堡，哈，一个人来行行啊，都无人了哈，爱买票吼，买票。来看一下啊，开放时间8:30，全票70，哦，还有免费，免费要台南市吗？管的迄个应该就是民族英雄嘛，就是郑成功嘛。对对对对对。像导游又，主要看的地方，超难平面图，安平古堡，真的有点热。Let's go。看下来，郑成功徛伫遐，日治时期、清廉时期、明正时期。这边，这边是背面。跟棉花鹿没好。观世音，公司爷。
OK， 就稍微。哦。演变图安1934安平台南社区，安平古堡的塔。安平海防炮，这个酷啊！清代版图，台湾区归清代版。康熙23年，哇，好，皮，也是哦，有历史。哦，钉钉3公分啊，哦，钉钉。下面也有，下面还有，哦，下面蛮多次的，过来鸡哈，一鸡两鸡，三鸡，四鸡，蛮多的。号探坑出土遗迹遗物描述一，乌点物件就对啊啦吼，内底乌点物件，这个所在乌点。这一个，这个是啥？来看一下吼，内层半圆。宝地古多正啦，哇，好特别哦！然后上面就这样子，再来一个古井。好了，我要离开安平古堡了哈，回卷，我准备按回卷，离开70块的门票。哇操，有够热的啊，真的好热，这个天后宫。来喝个芒果冰沙哈，大杯50块。拿到了，哦，拿到了哈，芒果冰沙。哇，好爽哦！这么热的天，你自己看，喝这个刚好。现在都过后。哦，下一站要去哪里？我也不知道要去哪里。台湾安平古堡打卡成功。五肠香肠。
边是瑞士巧克力，我自可以自己用了。还有啤酒。花园水稻博物馆旁边有虫鸣声，起来走走。两位流量密码入境，卖转头就好了。再见啊，台南水稻博物馆。这是这个，手上拿的这个，听说很好吃。它叫什么？菠萝蜜。菠萝蜜。哪一个品牌的？燕尾木。每个人都手上一袋。